早上好呀，今天呢还是一样跟 Peter 还有我的堂姑，还有我堂姑一家人，然后他的小孩今天开始放假了。哦，我也是来到这里我才发现，原来阿德莱德跟悉尼的那个学校假期是不一样的，他们这是比悉尼晚一周才开始学校假期，所以今天就跟着他女儿老公他们一起来这酒庄来继续住。就是有点甜的，这是另外一个的，这个是 chocolate wine。哎，这个是热的，这个要喝新的酒要洗一洗。这是热的酒，我没喝过热的酒。可是都是甜的哎。我们喝的三种都是甜的，甜的，甜的，嗯，哈密巧克力，包括现在这个热的，前面喝的两个，然后喝的这都是甜的。哇，我怕这么 mix 喝的，那会不会很快就醉了？来到酒庄呢，就是可以不动的一直试酒，就是一直在喝酒。现在吃的这个红酒呢，是有一点点甜的。我喝了一口，觉得还可以，就没有像我之前喝过的那种红酒甜的，我觉得不好。这个的甜度还可以。我们也买了一些带回家。我们来了第二间酒庄，哇，今天真的是有点冷，有点凉，因为昨晚下过雨，哦，终于现在太阳出来了，要不然今天一整天都是雨天，然后地上都是湿的，然后现在终于太阳出来了，耶！是第一杯酒。It turns no time in oak. 2011 was a pretty dry year. Yep.那你来这里试酒的地方酒庄，你会觉得很无聊？嗯，因为你不能喝酒。有的吃东西是会无聊。有的吃东西会无聊哦。他很棒哦，他在这里成长的，可是呢，他的中文说的非常非常的好。现在开始试红酒。嗯，还是喜欢刚才的那个白葡萄酒。这第二间呢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就在这里试酒了，是需要付一些钱的。然后我觉得很棒呢，就是你可以一边试酒，然后也可以一边有这一个一些面包呀、饼干呐、然后还有那些cheese啊可以吃，挺好的这样子的一个配搭。And we do re-release this wine when it's 10 years old as a cellar release, so it ages really well. 现在这个试的是第二杯红酒。哎，明明有太阳的，一下又下起雨来了，好大呀！还好我们坐里边。So this is very ripe Shiraz grapes, quite light harvest. We fortify it with a neutral spirit and then blend with brandy.Okay. So it's quite high in alcohol, 18.5%, which is why Dave recommends it served chilled. 这一杯呢是在这一间是最后一杯酒，我已经喝得脸红了。然后之后我们还会去下一间酒吧。
我还有一件，妈妈只是去那边买的。那个是甜的。我不喜欢。我没有很喜欢甜的。我觉得吃的那个脸好红哦，可能这个拍上来还没那么明显，可是实际真的是很红。所以现在要去下一间酒吧。我们呢来到了另外一间酒庄，那我们现在去看一看，这个看看是不是放酒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哎，可能是他酿酒的吧。看后面那一个人他要干嘛呢？我们看一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呢人很多，可能只是来买酒，可能就不会等着去试酒了。因为如果要等试酒的话，可能要等很长时间。小妹已经跟了一整天，你会觉得很无聊吗？